赶赶来的丹妮，我们要车子来唱歌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因为我知道你还没吃饱，所以我们特地准备了这个，哇，每个马来西亚人都爱吃的苏打白。嗯，可是好像有点多。没有关系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私家车了，我们想让你变成起重机。起重机。三二一，请拍。还有19块哦，再来哦。不要笑，可以认真一点嘛。顶我喉咙啊！顶我喉咙。如果满了的话，就可以唱了。啊 ，OK， 好来。啊不哭，我不哭，是我不哭。跟你说，你把个自由交给你，是个小老虎。傻笑，给人放好一点，让他加点香，放好一点啊，要影响他们。傻笑，嗯嗯，哥哥哥哥，嗯，爱死你，你不会坏掉吗？你坏掉吗？你坏掉吗？